大家好，我川哥，今天我儿子在山上去整梨子哈，听说那梨子又大又好切哦。走，现在是切梨子的季节哈。7块钱一笼，有油肉的，有鲜肉的哈。你切哪个？包子的椒，一口一个。来一口，大家看，特别的甜哈，又脆，这个都要小的哦，下面有大的，我拿个东西整，我也去。哦，要的，哇，那个好大哟、哦，我一脚大的，他们是随便切，切的好多哦。大家你们能切几个？这么大一个个的。啊。我也来偷切一个哈，我最喜欢切梨子了。这个梨子在你们的收购批发是10块5一斤，如果零售的话卖8块9块钱斤，有时候卖10块钱斤。刚才那个他说拿到外省去要卖20块钱斤，哦，那梨子多大的，在那都吃饱我的肚子。我给看，这里20斤够了哈。一直摘起的哈，几个朋友啊，在你们农家楼里吃个饭。那你烧点柴火哈，烤柴火。是炒的鸭子。炒鸭。哦，炒的鸭子。做了那个味道，他炒出的菜呀，切一看那个味型。有一发根，他就特别喜欢我们那个家常，他是菜家常的菜哈，那一很多。也不管什么菜，那个城里面那些饭店里面哈，吃那个菜哈，那个味道哈，有吃惯了，然后老突然还是跑到农村来吃哈家常的菜，感觉很舒服的。那肯定的。那个朋友也是我们兄弟哈，他也姓胡，跟我一个姓了。我给他加碗。也会炒菜啊，我在家里面是炒菜啊，平常反正像你说家常菜，那也是属于暖男型的哦。很多人以前大城市都想跑到农村呐，啷个来修理房子啊，啷个来养老啊？他因为农村的空气好，家门儿里面修理房子是多好的，多宽喽。大家给大家看一下，在外面多好看的。我给你拍个照。耶、也是蜜蜂和蝴蝶在打架啊。今早我就穿上一起来，他不来，他们在外面都好说啊，我死活这也拉出来。